오늘도 몇 번? 몇 시월? 제가 자기는 이런 게 제일 어울리는 거 아니야? 쇼파라 이제 좀 있어 세라 是吧? 제가 쇼파라 제가 等着掐了。这个是酸辣椒炒什么？也是。香菜，煎的豆腐。这个是鸡肉。这个是鸭肉，再炒点白菜，这火太小了。今天我老妈那个肉类吃不了，辣椒吃不了，羊肉吃不了，鸭肉吃不了，只能吃一点白菜。刚吃好饭啊，刚才因为家里停电，就没有拍，厨房里面太黑了。田辉的妈妈吃完饭以后又去打牌去了。她每天回来打牌的话，像上班一样，早上出去，晚上吃完晚饭，碗一扔又去打牌去了。都是的啥？每天是打回是打，后是打。啊，后是打。每天后是打。我没得不时间。没得时间。嗯。没么时间。苹果。还没苹果时间，你过多久啊？那十米多，就是没那时间。关键找这么早，你妈妈也没了。哥，你不干。没干啊？问你的话题红红高啊？啊？我只是在睡着，提睡了。问提出来时间放哪了？放过来。我把睡着啊。去买报纸。我把接的。我现在我你家。啊？现在打电话给妈。现在我可以帮你了。等我把它取就行了，行吧？没得时间看了，你这个是哪得见？是红包是多少钱了？是的，九百哦。九百啊？嗯。买手机花了400多块钱，那你妈那个学费你跟她说了没有？没有。那你要跟她说这个学马上开学了，叫她把这个学费准备好啊，不然到时候她走了的话，这个学费你奶奶哪里有钱就给她交啊？我发现我们家里的这个小孩啊，都好像不怕我。都好像感觉我好说话，你看他，因为你善良，我善良，太善良了，心地善良，风流倜傥，车见车爆胎，人见人爱。爸爸就是每天比自己帅死的那个男人，老田。其实爸爸最好了，最帅了。真的，这些小孩，你看他，他自己妈妈他不敢说，他跟我说。不是看你好说话吗？对，田辉也要买部手机哦。别了，我田辉，不然我就不能。你买手机，你问一下你杨老师肯不行不行？我给你老师打个电话行不行？你这么想要我不买手机？对啊，这就乖了嘛，这就很乖了啊。留着钱自己到时候，那个交点餐费啊，到时候你跟你妈说交学费了，知道吧？对了，佩佩，他也买了。他没买，他敢买。嗯，我就拿平板画画。不行啊，你回去跟你妈说。妈都怕死我了。那我就不骂你了。你心地善良，你好说话，你不要说我这个真是爸，我做不了主。妈妈太吓人了，还是你好啊。我做不了主，还是你好。不要说了啊。你是家里的老大，你说我你点个头就没人敢摇头。你自己跟你妈说，我做不了这个主。